我也是为了能更好的每天能看到他们的活动啊范围，然后我就给他们安了一个监控。他们吃饭的时候或者他们没事的时候，我就可以通过监控跟他们直接沟通讲话，就像在一起那种感觉一样，聊天很方便。摄像头，上面可能会落仓，落仓之后就把那个摄像头挡上了，我们这边可能就看不清了。我看到心里头都是感觉到很心酸的，因为父母的年龄都很大了，他们应该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儿女呢都在远很远的地方，不能去陪伴他们，不能去照顾他们。饭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在吃饭，就是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就是通过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一起聊天，就是虽然离很远，就是他们也在吃饭，我也在吃饭，就好像坐到一起吃饭那种感觉。
做这个呢，是参考了我们从小接触的历史课本上的画像，然后来对它做了一个妆发和服饰的复原。同时我也把对李清照的个人理解，就是结合他的生平经历和他的诗词，然后来揣测了他的性格，然后把这些我个人的理解的情绪带入到了我的作品当中。发型它是最直观能给大家带来的感受，大家觉得一个东西一个事物两个事物像不像，那肯定是先参考它的外形像不像，然后其次呢也就是人物的神情，人物的性格可以体现在眼神或者面部微表情里面，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当时就觉得很开心很自豪，就感觉不仅是大家在带动着我学习，我有的时候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小知识。我希望我的视频不仅可以给大家带来视觉上很好的体验，好看的同时也想去深入了解一下我出的这个人物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，他背后他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。